喂。喂。你毕业典礼那天可以来接我吗？我可以啊，那要几点去？7:30好的。在你家门口。好，在我家门口。OK 啊，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各位同学好，早上在上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同学，因为发生车祸，那目前呢，已经过世。那发生整个车祸的原因，相当的让人家感到非常的意外，因为早上要出门啊。同学，该起床了吧？喂。你毕业典礼那天可以来接我吗？我可以啊，那要几点去？7:30好的。在你家门口。好，在我家门口。OK 啊，好。拜拜。拜拜。